克里安做实验时，偶然发现一项惊人的技术，利用高电压的瞬间激发，将生物的影像摄入底片中，就可以看出人或生物的光晕场。克里安当时认为，照片上呈现的光晕是由生物能场所造成，而这种技术能捕捉到被摄物的生命能量状态。而后来的电子摄影中，更为惊奇的现象是幽灵叶，将一片叶子从中切半时，发现被切掉的半片叶子区域仍会放射出与原本整片叶子一样的能量场，也就是所拍到的竟是完整的整片叶子。更神奇的是，前苏联生物学家塞杰耶夫利用自己发明的一种仪器与心电图相连，依靠静电效应和磁场变化完成记录人体辉光的闪烁点，结果竟让所有人惊掉下巴。原来塞杰耶夫发现的闪烁点竟然和针灸图741个穴位点的位置完全一样。除此之外，塞杰耶夫还发现，把手放在2500伏高压和100千赫高频环境中，手上的阳明经和大肠经部位就会出现一连串的明亮光斑。这一发现让西方世界震惊不已，难道说中医的奥秘早已洞悉了这些生命能量的秘密吗？中国科学院院士程申龙知道此事后，立马联合中国针灸协会副会长石学敏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吴中朝三人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利用前苏联科学家的技术来研究十二经络循行路线图。经过数年研究，最终成书《人体经筋循行地图》和《人体经筋解剖图谱》。这套书的出现正好补缺了我们心灵界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解剖学。这也是一直被某些黑子们做文章诟病的地方，说老祖宗的东西都是落后，没有科学依据。书中详细绘制出人体的解剖和经界点，还记录了人体内在的运行规律。书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方式整理汇编，全书对十二经络的循行路线做了详细解释，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门槛。真心希望这个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的宝贝不要再